2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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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百都试试看看，一百啊，拢有啊，好来啊，这些来，啊，我来买鸡啊无，来迄手哦，你敢迄手哦，你敢迄手哦，下只手着，带进袂一手伊啊，带进袂一手伊啊，恁带有徛在遮，人家都有看到，注意听哦，伊最后一箱真的没有，我唔知佮过一手啦，来，你看者，这包着啥鲑鱼的肉排。鲑鱼的肉排，人家煎，当个烘，当个吃，煮豆米烧汤头啊，一包一斤，外口加鲑鱼中口卖350-400，这有咧较俗，差不多伫咧200-250。恁今仔酱炸一斤，酱炸一斤，来恁今仔酱炸两斤，我一斤切200，恁啊两斤嘛已经开400。我今仔对后恁酱炸几斤，酱炸两斤，十块买下，200块200块了。鲑鱼骨啥物价？200块准价尔。哎，无啊，真正后壁拢无货啊，注意听好哦，带吧。重点来啊！当然，搞猪皮肉汤上好食，一包给你，一人几斤，一人炸三斤，等于吃，全部都吃的人去，拢给你啦，没有了，满满的带五人去尔，一人三斤哦，200块，来啊，来啊，一个，来啊，我讲啊，规矩安尼啊，准只标掉啊，再给你，我讲啊，标掉你啊，来啊，再给你啊，100块啊，一人几斤，一人四斤哦，一斤啊200了，800，我明仔发500，200了，来来来，200了，鲑鱼肉排我先要吃200块。来200块，两包肉饭，拢有啊，拢我收起来啊，哦，都有我都收起来了，来谢谢，来感谢你们。我叫挂暖猪脚，挂暖猪脚，像店的。你阿姨美女，小姐美女，呀，欠货欠超久，欠货欠超久，注意听哦，一包等于吃，只要拍吃，我另拿回来退钱，抓十万，抓十万，听好哦，外口干那万难万难啊。一碟一包猪脚，偌济？上多500几条。一包，一包偌重？一包应该一斤嘛。一包一斤，食看卖啊，用我烧炉啊。要做恁拌嘛会使，免煮嘛，拢免煮啊，用我烧炉啊。三个人计无啊，要食人计300免，200了，200块200。换暖猪脚，啥物食？200了，200块200。这包非常的好吃哦。200了，200块200，食看卖啊，阿姐你食看卖啊，一定要相信我。羊肉啊，羊肉无啊，透早人挂一手去啊，透早第一个挂一手去啊，来，咸腰啊，妹，规只来哦，真自然罗纹青鱼哦，没错，规只罗纹青鱼哦，恁看者，规只，哦，即摆介绍这卖你有够济啊，这干现在外口一只卖你偌济，一只，我卖讲餐厅煮偌济，干那外口半只卖你50块，这只搁你开100块，来，你隔壁罗纹青鱼人家注意听，涨一只，涨两只，规只啊，听好是规只来哦，来啊，两个人客了。来，你隔壁罗金鱼两只，来什么只？300块，这只够你啊！这只够你啊！我先来讲哦，这是贵只，等下烘，等下蒸，等下吹拢好只，保证卤味到三个人价，两个人价。我若花300，一块剩100，多甲小卖差不多，两个人价食看卖啊，200块。哎，两块，来，贵只安尼啊，别啦，不行啦。我当作半只咧卖你，两个人客200了，200块，罗威青鱼200块，四只诶，来到要只200块，200，罗威青鱼200，拢有啊，来，谢谢来，感谢你来，安那，为虾米？没有办法卖，是啦，姐姐，虾米个？我阿姨啊，阿姐啊，即摆我阿姨无多，诶，即摆我阿姨足贵诶，夭寿贵，哦，毋是讲我卖袂恁少，是即摆我阿姨足贵诶。喂，你讲800-500，我就得10块了。诶，800-500，诶，即摆来，我讲我阿姨。你遐我拍照啊。我都无50块哩。来，妹妹，我先来讲一下我的车起大个，不要怪我，你也不要怪别人。哦，我多这样就是对面的一直收，强力的收，我多台湾拢无我阿姨啊。你今日我阿姨有气无气，家己看。来，你今日这人个我阿姨来500了，500块500块。啊，我阿姨有法接受你阿妹，伊这我阿姨足贵个。来，全部两个人计，全部三个人计。来，什么人？我阿爷500了，500块。加凊彩我抬一条的，上无破百，上少破百。来，涨两尾，涨三尾。来，涨四尾。来，什么只？500了，无安啊，这杯够你啊。到这摆，那我介绍啊，这杯够你。才几尾？涨六尾。来啊，涨七尾。我来减一尾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再减一尾。来将八尾，三人给你啊，500了。到尾将我阿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三人给八尾哦，500了。哎，我阿姨500了，500块，我阿姨拢有啊。彩鱼真是很贵，这我阿姨足贵的，这不是我赚的啦，来，来，等等，
来鸡腿排我先卖者，鸡腿排卖一卖哦。哦，简单的卖一卖哦，简单的叫较无人。我先甲你讲一下哦，一箱尔。今天鸡腿排就一箱而已，因为我惊路，我唔敢炸济啦。来，你今日鸡腿排来，手拿手把来只皮啊。玉坤的。你今日鸡腿排人家听好哦，两箱尔。哦，你今日鸡腿排当个真当个行路啊，大鸡的、未细鸡的、大鸡的，拿我的手掌大的来。当个真当个行拢无骨头的人，你今日上一斤。一支准偌济，一支准6块了，涨2支啦，涨3支，涨4支啦，涨5支，来涨6支，来涨7支，来涨8支，来涨9支，一人10支。我准一支5块啊，10支卖卖你500块，食看卖啊，200了，200块200啊。啊，这支卖200。拢包骨头的哦，200了，200块200。好钱多，有好多了，现在剩一点点可做。一二三四，来6，来7、8。来九十，来我先要起来200了，我再包200，大欠未啊？包已经，我知你拜二我交代，我都欠未啊，真正欠未啊。后礼拜啊，后礼拜啊，4支哦，你来5支哦，你来6支哦，你来7支哦，你来8支哦，你来9支哦，你来10支哦，你搁啥物鸡腿排？一人10支哦，拢无骨头的，煎甲烘了啊，200了，200块，200块啊！鸡腿排安怎吃嘛？200块，200块，200，拢有啊，来，安尼做起来，我下一样来。哦，你有看你有介啥？啊，到了这边点海青母，还给我好像这样。啊，大哥要那个韩式鸡腿。啊，大哥宝贝，小笼汤包。慢坑下，你坑下就煮个汤。你说好就好了嘛。我煮完。我买一只好你啦。来，这什么只？500了，500了阿姐啊，这免介绍啦，见样就贵啊。还给我还有七八只给你看，有七八只给你看。来，要只来500了，500块。还给我啊，这搞清楚，我赚一下200几块啊。来，要只500了。敢卖500块？你500来，啊，加一只，敢好？来啊！来加一只啊！来阿姐啊，我无咧加一只啦，我加2只。哎，我无咧加一只，我加2只，我无咧加2只，我加3只。来加一只啊！加3只，来啊，妹妹，3个人加尔。你啊，外口问我这个价值平袂话，3个人加500了，500块，500块。啊，500啊！来500块，这边海鸡母啊，500块，500块，海鸡母啊，500哦，我啥物只？500块，500块，500拢有啊，来，谢谢来，感谢你。我有点希望换下一样哦。有意大利面吗？没有，欠货了。下礼拜还有，下礼拜还有。你明天看到没进货啦？进货就是拜二甲拜五，我看拜二、拜五明仔会进无？啊，你爱早生意啊嘞？你爱早生意啊？啊，你爱早生意啊嘞？无你到要点啥？你若无点，我袂做啦，就咧简单咧卖的物件啦。猪排，这块应该爱买，这块真正要求好食。这件我好今仔季节做一个套餐，无得100几块。你给他讲一块，讲2块，有没有想要吃后切猪排？来，你给他讲2块哦，我招一个人家要吃猪排，人家300了，300块我要吃，300块。这块我先跟你讲哦，后切肉质很 juicy， 一人3块。我好一块，我先来讲一下，人做一个套餐卖你100几块，加3块，我花300已经买袂到啊。来，今天没有套餐，很皮啊。哎，好软丝哦。套丢进来，最近会没有货，因为最近软丝套丢太贵了。如果要买套丢的话，我建议你买板卵丝啊。哎呀，套丢这边比弄起来贵啊。来，这边给我哩，这块给我哩，这块给我哩，这块给我哩。几人贵的？妹妹，几人四的？我加四的话300，就剩20块啊。5个人去，一块买啊，200了，200块，两百。哎，200块呀！到尾啊，猪排200都无安尼啊，这块给我哩啊，这块给我哩啊。这块给我哩啊，这块给我哩啊。正常拍卖就是4块200。来，加一个。第二哩，我讲套餐贵起，加分一块，4个客人200了。200块，200块呀！来好切猪排，我先要吃两百。好啊，姐。200块，你相信我，我咧正常咧花4块啦。然后要吃好切猪排嘛，200块，200，保证好吃。我先要吃200，拢我这边啦，谢谢，感谢你啦。来，大尾卵丝。来，卵丝哦。来，大尾拢我哩，感谢了。拢我哩，大尾拢我哩。一个尾。1、2、3、4、5，大不大致应该看得出来啊。所以我今天用抢位500以上啊，一个尾，1000了。中气哦，中气哦，这大尾，大尾拢大尾啊！你看老天现在啊，大尾啊，这么大只哦，只有4只而已。谢谢啦，下一样啦，来我不要吃啊，来妹妹我白吃了，听见没有？那鱼龙啊，海龙啊，来海龙我，海龙我，海龙片，海龙两千块变平了，来啊！啊你别啊，百几只雪龟偷偷拢卖讲哦，好来。哦，这海蛎我先卖卖，海蛎我先来卖卖。哦，你今日海蛎人家听好哦，今日无几箱啊，今日2箱尔。还有啊，
给你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。大哥还要软丝？够软丝，软丝够大尾，大尾够那无啊？中中班的俩，中中班的俩。你今仔要海内人个注意听哦，当个蒸，当个烘，拢好食，卖煮汤了啊。一地人我用真正袂买偌济，一地袂哩百哩。恁今行几地？行四地。我招一个人客，要来海内人客，200了。200块到要吃200块，200。这叫做海内啊。等于烧盐打煎，等于汤拢好食。吃四地花200已经有够少，一地剩偌济？一地剩五六块尔。正平我个鱼啊，啥物吃200了？200块200哦。冇人讲刷班，正名叫做海内啦。来，我讲啊，比较好听啦。今天哦，刚开始而已，较无人，阮凊彩。来，恁注意听好哦。吃四地花偌济？花200。一块剩500块，你家去外口买鱼啊，妹妹，你家去买一块青肉。这块讲实在，餐厅卖你百二，真正无过分啦，规块拢肉了。来，我来讲，全部四个客人，全部五个客人啊，再给你，来再给你，先看卖啊，行看卖啊，我是甲你报告哦，肉油兼无翅，全部这个人就无安尼好吃啊，再给你啊，来再给你啊，全部再给你，全部四个客人了，吃几块，总共要我十块啊。重的呀，上大尾扣起来，上大尾扣起来。干鱿干鱼是什么？鱿鱼啊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卖鱿鱼啊。